vita, mi sono svegliato.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Una mattina mi sono svegliato e ho trovato l'invaso. Una mattina, una mattina mi sono svegliato, mi sono svegliato e ho trovato l'invaso. Buongiorno, amici, buongiorno, amici.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时代楷模发布厅。刚才呢，这一曲经典的旋律来自前南斯拉夫的老电影《桥》。30多年前，这部电影在中国家喻户晓。片中一群勇敢的战士完成了一项艰巨特殊的任务，而今天有这样一个由9人组成的特殊的团队，来自中国河北。他们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让塞尔维亚一座百年钢铁老厂起死回生，改变了当地5000多名员工的命运。这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传奇故事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2016年5月，时任河钢集团炼铁部部长的赵军接到一通令他感到意外的电话。我记得大概是中午吃完饭1点多钟打电话，我说你的岗位调动定了。我说哪里？塞尔维亚。得到的消息非常突然，非常震惊，根本没有想象过是到国外去工作。那么我到底去怎么做，干什么去？李总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就去就行了，这是河钢天大的事情。当然了，领导和我交代任务的时候也会提到了这些，这个任务是应该是还是比较困难，比较艰难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同事真的有人说你上那儿去，这不跳火坑了吗？河钢集团是当时国内最大、全球第二的钢铁集团，是什么样的任务让大家都感觉非同寻常呢？事情要从万里之外的一家百年钢厂说起。1913年，斯梅代雷沃钢厂在塞尔维亚的多瑙河畔建立。作为塞尔维亚唯一一家国有大型支柱性企业，这家钢厂一度被誉为塞尔维亚的骄傲。Mi kao našlo i rešilo svoj problem što je nama vrlo bitno kao gradu. Puta 4 člana porodice, to je 20.000 ljudi, plus treća lica koja su radili, negde oko 30.000 ljudi, tog 1. jula 2016. godine dobilo je osmeh. 然而，从2003年起，斯梅代雷沃钢厂接连遭遇了破产、出售、政府1美元回购、国外企业代管等种种坎坷，产量急剧下滑，连年亏损的状态让所有员工忧心忡忡。You're not sure what is coming that day. If somebody will just call from the government level and say, listen.We simply cannot finance you anymore, and we have to shut it down. 2016年之前，这个钢厂已经长达7年连续亏损，曾经的巨无霸沦落为老大难，朝不保夕的钢厂从塞尔维亚的骄傲变成了斯梅代雷沃市，甚至是这个国家的心病。每年塞尔维亚政府要向这个企业大概补贴1到2亿美金。这是相当一个大的这个数量，因为塞尔维亚并不富裕，政府要拿这些钱去补贴这个企业，我想对政府来讲也是难以为继的，特别是一个企业靠救济、靠补贴来讲，它是没有未来。2015年，塞尔维亚时任总理就斯梅代雷沃钢厂的相关事宜与河北省政府和河钢集团进行沟通。塞尔维亚领导人诚恳地表达了希望由河钢集团接受管理斯梅代雷沃钢厂的请求。武基奇时任总理，他就是说董事长，希望你救救我，救救我们这个企业。我们这里有5000多个员工，有很多子女需要上学、需要就业，而且他说，中国是我们塞尔维亚的老朋友，是我们值得托付的朋友。
2016年4月，河钢集团为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同时推进公司全球化发展的需求，正式收购塞尔维亚的斯梅代林沃钢厂，成立河钢集团塞尔维亚公司。然而，工厂整体状况的老旧程度还是出乎了大家的预料。这些装备在我们国内根本你就现在看不到，大部分是70年代末，整个全生产线的设备其实全部是处在一个脆弱的状态。包括我和有些政府官员接触的时候说，董事长，你们来能够给这个企业带来多少钱啊？我当时觉得带来钱和挽救一个企业可能好像不是一个概念。我说这个企业其实不是简单的给你多少钱就能解决的。河钢集团在收购钢厂后的短短一个月时间里，迅速选派宋四海、赵军等人组成中方管理团队，抵达塞尔维亚，负责河钢塞尔维亚公司的运营管理。此时，钢厂整体状况老旧，几近停产，员工精神状态低迷。面对病入膏肓的钢厂，中方管理团队决心施展全力，改善眼前困境。就是这样一纸调令，让一个拥有着中国钢铁行业一流水准的管理团队火速奔赴塞尔维亚。但是身处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面对着5000多名外籍员工，这个管理团队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可想而知。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管理团队的成员，河钢塞钢的执行董事宋四海先生，来给我们讲述一下接管钢厂的故事。来，掌声有请。宋总，你好，你好，欢迎你。谢谢。我们听说啊，接了这个项目之后，有人就提醒您了，这无异于往火坑里跳。当时怎么想的？有没有犹豫？河钢啊，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罗钢厂，前后啊历时不长，但这绝不是一个匆忙的决定。欧洲啊，是近代工业的发源地，那里有最先进的制造业。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那么河钢呢，把国际化和对外投资的首选放在了欧洲，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严肃分析的。在我们进入塞尔维亚的时候，我们在冷轧车间看到工人们用老旧的70年代轧机，那么生产0.14毫米厚度的钢板。0.14毫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个产品就像打印纸那样薄，即使在我们的最现代化的装备上生产这样的产品，也无非如此。这说明啊，尽管设备老旧，但是工人们的操作还是非常精细的。特别是啊，2016年的6月19号，习总书记亲临我们河钢斯梅代罗沃钢厂，那么提出了要打造中塞务实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样板工程。我认为呀，那么我去塞尔维亚，既是集团的战略，更是国家的使命，那么这也是我个人的人生机遇。不管千难万险，在所不辞。说得真好。这里面啊，既有公司的战略选择，同时又是国家使命所在。这里面不仅仅是需要非常扎实的专业素养，需要丰富的管理经验，同时也需要迎难而上的决心和勇气啊。所以说，我想你们不是往火坑里跳，而是真金不怕火炼。是。好，谢谢你们的努力。面对着塞方员工一双双渴望的眼神，中方的管理团队接下来又是如何做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百废待兴的钢厂一时间要拧上全力运转的发条，让9名派往河钢塞钢的中方管理团队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塞尔维亚初来乍到，大伙还没来得及调整时差、适应环境，就被巨大的工作量推着向前奔跑。我们的中方的团队不仅代表我们河钢，也代表河北省，甚至我们代表国家啊，代表中国，
加上担子的压力，应该说我觉得确实也是更大了。每天都特别忙，就像一个全速运转的机器一样，下班了就不知道他已经下班了，然后一摸脸，脸都烫的。钢厂5000多名塞尔维亚员工看到中方管理者每日匆忙的身影，对管理者充满期待的同时，也伴随着很多担忧。我个人觉得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信任。5000多名职工，他们会去想说，这个工厂已经6、7年亏损了，来了几个中国人，我们能迅速的起死回生？他们心中充满了很多疑惑。随着生产的推进和交流的深入，矛盾和问题开始逐渐浮出水面。管理团队发现，工厂还在按照几十年前的工艺和流程进行生产时，提出能否在原料铁矿石中使用一定比例的块矿。块矿是一种天然的炼铁原材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高品质原料，降低成本。这种在国内钢铁企业已经通行的做法却遭遇了质疑。 I said, Mr. Zhao, why you think that using lump ore 10% is good for us? He explained me why he thinks that we reduce cost. But I said, but Mr. Zhao, maybe you didn't think that reusability of that material is not so good? 中国这过去这几十年钢铁行业大发展，说小的是我们自己的经验，说大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当然对他来说就是新的。管理团队没有贸然命令工厂立刻采用新的原材料和工艺，他们把沟通工作摆在了第一位，而且还加上了格外的耐心。瓦兰登是河钢赛钢初加工部门的总经理，有着26年的炼铁经验。为了让瓦兰登改变固定思维，理解使用块矿的意图和依据，赵军把他思考的过程画出来，一点点和瓦兰登沟通，把配比的方程写出来，一遍遍解释。Mr. Zhao always asking me for my opinion, and he never said me, "Vadan, do this." 2017年的3季度，他们选择了一个气候最好的这个时间段，大概用了1-2万吨做实验，而且从3%、5%到8%。最后回头来，他们拿了实验结果说，结论是可以用，没问题。耐心的沟通和有效的尝试，最终说服了赛方同事。新的工艺降低成本的同时，也提高了产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效益。Keep in mind, this plant is now 106 years history, and last year, actually, it was last year 105.What we made last year, that's really make me very happy. We make absolutely record in history of this plant. 基于尊重和理解的沟通，让河钢赛钢的管理团队与赛方管理层拧成了一股绳，工厂的产能得到了充分释放。与此同时，河钢赛钢充分调动和全面配置了河钢集团全球化的技术、管理和市场等优势资源，从组织管控、资金投入、成本控制、资源调配、战略规划等多方面构建知识平台。2016年底收购后不到半年时间里，就结束了连续7年巨亏的局面，实现扭亏为盈。2017年产钢147.3万吨，销售收入7.4亿美元，创出历史最好水平。我们推进国际化当中一个基本遵循，就是如何做到用人本地化、文化本地化和这个利益本地化。其实这个是河钢的基本遵循，也是我们对投资国特别是当地的一种承诺。河钢集团创新提出3个本地化的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增强了企业凝聚力和生产力。在9名中方管理者和5000多名塞尔维亚员工的共同优化和努力下，2018年产钢量达到178万吨，实现销售收入10.5亿美元，创出历史新高。
并一跃成为塞尔维亚第一大出口企业。异国他乡企业整合谈何容易啊，中方的管理团队在塞尔维亚可以说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他们充分发挥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在一带一路建设的伟大实践当中书写了一个中塞携手同心同行的精彩故事。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河钢赛钢总经理赵军、首席商务官斯维塔以及河钢赛钢初加工部门的总经理瓦拉丹来到我们的舞台，和我们分享他们的心得，掌声有请。赵总您好，其实刚才我们短片当中所提到的关于这个快矿的这个方面的问题呢，只是你们在塞尔维亚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之一。是的，我特别想知道，当你们的建议不被采纳，当你们的理念得不到理解的时候，你是如何保持自己内心的淡定，你是如何解释并且坚持下来？我想这种淡定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已经很清楚，在海外经营一家企业，文化的融合、企业文化、民族文化的融合，这是我们必须要跨越的一个障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到一带一路的倡议时候提到，我们要建设政治互信、经济互融、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因此河钢集团也早就提出三个本地化的原则，刚才片中也提到。那么我们很清楚，我们需要耐心地向咱们解释，来把两种文化交融起来，才能做到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二点就是我们对这些建议我们很有底气提出来，因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钢铁行业大发展我们所取得成功经验，这些经验都是我们过去用实践检验过的，我们有把握在塞钢能够推广下去，给塞钢带来利益。所以呢，有本土化的这样一个法宝，同时也有我们多年来所积累的成功的经验，相信双方未来的合作也是值得期待的。是的，斯维塔先生啊，我知道您呢是塞尔维亚员工当中职位最高的一位，和中方的管理团队打交道也最频繁，面对着这样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理念，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Yes, it is tru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hen the Chinese management came, I had worried and doubt about what will be the perspective and what will be the strategy and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 But after the long discussion, hard work and cooperation, I remember that one time Mr. Song said me that he would like to go to retirement together with me. And for me means that he supported me and means that he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me for a long, long time. After that, I changed my feeling and I feel that all employees in Serbia enjoy in their jobs. And also I saw that Chinese management has long-term relation and plan for Železara in Smederevo. And I believe that Chinese management bring a lot of changes to make life much better for all 5,000 employees. 所以呢，这也是中方的管理团队啊，用自己的耐心细致，用自己的技术实力，同时用自己的真心真情，在和塞方的员工打交道所取得的成果。那瓦拉达先生，我知道您啊，被河钢集团评为了2018年度最美河钢人，获得了这样一个荣誉，当时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还记得吗 ？Yeah, I could not believe when I heard first time about that award. At the beginning, I was thinking that's award for most handsome person in the company, and I was thinking, okay, I'm still young.Maybe I'm most handsome person in the company. I just kidding. 的确啊，在我们中国这个语言的环境当中，最美一方面是颜值，另一方面还是能力，您都具备了。Understand now. They give me this award because we significantly reduce our cost for $31.5 million during 2018 years. We achieved that result.During experience, knowledge from Chinese management team, and also we follow and cooperate together extremely well.
I would like to say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award for me in my career, but also I consider this award like award for all 5,200 employees, HBIS Serbia, for everything what we achieved during last 3 years. I can tell you the truth, we can do much better, much, much better. 也是我们大家都期待的，谢谢，谢谢三位的讲述。刚才呢，通过三位的讲述啊，让我们更感到了那句话：“智和心更和，山海不为远。”从一开始的求同存异，到后来的融通共赢，中方的管理团队用他们的专业，用他们的真诚，赢得了大家的通力合作这样的一种局面。所以我们更有理由期待，在未来他们的合作会更默契。 他们的成就将会更加卓越，祝福你们！谢谢三位的讲述。谢谢，谢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呢，叫做“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相对于实现企业生产经营上的突破，更难的一点就是赢得人心，赢得尊重。那么，何刚赛刚的跨文化的融合又面临了哪些困难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尽管对跨国并购可能遇到的经济、法律、税务等问题都有所准备，但何刚赛刚的副总经理王连喜没有想到，真正走出国门后，他遇到的一个最大的挑战，竟然来自企业的工会。这个工会的代表当时就是涉及到这个救助基金这块，表现得非常激烈、非常冲动。当时是他们提的倡议。 所以呢，这个钱呢就交给他们来管理。在我们这个理解来讲，不能把这个权利给，更应该是归我们管。按照以往惯例，这笔专门针对特困人员救助的专项资金由工会代表就能说了算。但当何刚赛刚提出收回管理权时，遭到了工会代表的激烈反对。他比较直接，他就说。 你们可能就要不给发了，你们不能这么做。这个职工这么需要这个钱，你们这是没人性，说我们没人性。 To je razumljivo, mi se nismo poznavali i dosta smo bili oprezni i strana menadžmenta je bila jako oprezna i nismo bili oprezni. Mi smo bili oprezni da ne izgubimo ono što imamo, a poslodavac je vjerojatno bio zabrinut da ne da nešto više nego što bi mogao da da i što bi morao da da. 中方管理团队在详尽了解当地法律法规之后，做出判断。一方面要坚持收回救助基金的管理权，另一方面必须要尊重当地工会组织和他们推心置腹的沟通交换想法。首先解释我们这个钱肯定是不会减少，这个方式分配方式归到我们。其实内心来讲想的就是我们希望员工对企业有更强的归属感。 最终，工会代表接受了管理团队的理念，文化的融合，管理理念的融合，带来的是员工对企业情感上的认同。钢厂效益逐日提升，员工们的生活也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Miki 是何刚赛钢采购部第二原燃料科主任，15年前他来到钢厂工作。 以为进入一家大型国企会让他过上无忧无虑的日子，然而此后钢厂每况愈下，他差点没能盖上房子。 You don't have any backups, you know. At least, like everywhere else, you would go to the bank and say, "Hey, I have a job. Would you borrow me some money?" And they said no. So that was very, very, very sad. 十多年来。 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Miki 始终无法完成房子的修建、装修等工作。巨大的生活压力让他在结婚9年时间里都不敢下决心和爱人养育一个孩子。2016年，当 Miki 得知何刚集团收购斯梅代林沃钢厂的消息后，兴奋不已。Just a month or so after HBIS took over the steel mill.
I rushed into the bank and said, listen, I'm now the employee of HBAS, who is the owner of the biggest employer of, in the Serbia, and you know, I would like to borrow some money. And they said, no problem.更令 Miki 高兴的是，一年后的五月，他的女儿出生了，好像一切都变成了 Miki 梦想中欣欣向荣的样子。和 Miki 一样，河冈赛冈的员工们从不同层面都感受到了生活状态发生改变。I can plan my investments, regardless if those investments are related to buying new bed or new table or buying new car or investing into my house. When you have opportunity to plan your life, that is huge advantage. 2016年，在河冈赛冈接手后的第二个月，为了重整士气，公司为每人发放了奖金。2018年，河冈赛冈又给每名员工发放100欧元奖金。这些都是钢厂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不仅如此，由于钢厂的起死回生，整个斯梅代雷沃市的教育、医疗卫生乃至城市面貌都得到了明显改善。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在大街上看到的这些就是电线杆子啊，都是木质的，现在已经变成水泥的。现在斯梅代雷沃的人口出生率已经排在塞尔维亚第一名了。S obzirom da železara radi punim kapacitetima, radnici redovno primaju platu i budžet grada Smedereva se je uvećao godišnje za oko 300. We have more than 5,000 people that are very happy, that are jubilant to have Chinese as an owners of that steel mill, and as a state, as a country, we are profoundly grateful to our Chinese friends.Because this was a great sign of friendship, great sign of dedicated, even devoted friendship, and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and will never forget it. 我们中国人就是觉得叫以礼相待。这种尊重换来的是我们对塞尔维亚人民、对斯梅代洛这个钢厂人民这种回馈，也就是如何奉献一个最好的企业，这是河冈最好的答卷。河冈集团塞尔维亚公司时刻与国家使命保持同步，以钢铁报国的实际行动成为一带一路建设最坚定的践行者，打造出了国际产能合作的样板，一带一路建设的标志性工程。河冈赛冈的这些故事啊，让我们即便是远隔万水千山，也能够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那份非常珍贵的温暖和感动。接下来，我们要再次请上这个管理团队的成员：河冈赛冈执行董事宋四海、总经理赵军以及副总经理王连喜，有请。欢迎三位。这一上台，我们就看到了王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手里捧的这个是什么？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吗？2018年的七月的一天，在我们工厂的一次活动结束以后，我们一个叫一万的员工他就拦住了我，他说：“你能不能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需要你帮个忙。”我当时还挺纳闷儿，但是我为了一探究竟，我就跟他去了。去了以后，他就拿出一个包，然后打开给我说：“这是他在家里制作的一个这个。”纪念品，这个链条表示的是我们河冈赛冈那个大院儿。嗯，然后这里的这个图呢是一个这个鸟在哺育这个小鸟的一个图，然后这个上边呢代表我们来自中国的河冈集团和我们宋总，底下这些小的呢这个扳手呢代表是我们这个河冈赛冈5000多名职工，这个数字2是我们河冈赛冈成立2周年。然后我就拿到这礼品以后，我就兴冲冲地冲到了宋总办公室。我说：“宋总，我给您收礼了。”给宋总收礼了。宋总听了肯定吓了一跳。我听到这个事儿，我就跟王连喜说：“我说怎么会收礼？”
但是这份礼物虽然是用冰冷的钢铁做的，但是其中却蕴含着暖暖的真情。是的。但是我想，在这3年的过程当中，你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虽然成绩很傲人，但是有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地方，宋总？这个遗憾是肯定有。嗯，比如说，刚接手的第一周周末，我的老母亲就去世了，我没能亲眼看到她最后一眼。其实我接到任务之后，在2016年上半年去的时候，老母亲身体都非常不好，但是为了我的工作，老母亲没有说什么。但是走了之后，我后来我听我的老父亲说，老母亲嚎啕大哭。母亲的泪水不会当着儿子的面流，留在心里，但是他坚强地流着泪。虽然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看到你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他也会感到欣慰。王总，听说您的母亲已经96周岁，你们在外工作，这次回到国内有没有去探望一下老人？嗯，去了。啊，对，回来以后第一时间就去了。见到老妈妈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嗯，很有点心酸，但是我觉得他反而劝我。96岁的老妈妈在劝你？对。劝你什么？就说你要好好工作呀，这个我这儿没事儿。就这么简单。是。今天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其实我们也为你们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我们来看看你们的家人对你们都有哪些话语要说。来，请看看。四海啊，你出去挣老远的工作一定很累很辛苦，在外边呢你要多交朋友，把工作干得更好，家里呢我们一切都挺好，你也不用惦着。君，你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工作，虽然平时很难见到你，你干的是一件大事，我知道一定很累也很辛苦，但是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刚才在一旁呢，我看到赵军赵总看到母亲的嘱托，赵总流泪了。今天有什么话想对母亲说的吗？我也想说，请母亲放心，我们在外边挺好，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宋总呢？我想对我父亲说，因为我父亲也是河钢的老职工，请父亲放心，我们这辈人一定干得更好。我们相信有你们的祝福，他们也会更安心。他们团队当中还有很多同事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不能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下面我们通过屏幕来认识一下他们。3年前，河钢塞尔维亚管理团队的9名成员并不相识，大家以相同的目标在多瑙河畔的钢厂相聚，几个中国人一起经历着工作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然而3年时间，大家齐心努力，见证了河钢塞尔维亚公司的成果，这些日子也成为了每个人最宝贵的时光。我觉得虽然这个我们的团队人是非常少的，但是大家都是有事儿一起商量，一致工作，特别团结的，以企业利益出发，把这个事儿越办越好，也挺感恩的。所以说也是怀着对企业吧，这么多年对唐钢对河钢都是有深厚感情，就是一直干一辈子，你就贡献自己的这个最大努力吧。我觉得能够在这个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上做一些事情，从我个人而讲是这个荣誉感和使命感是发自内心的。我们也不辜负啊，我们整个我们人民的希望啊，完成我历史交给我们的
这个责任和使命。好，接下来我们即将正式发布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此次“时代楷模”称号的授予决定。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何刚集团塞尔维亚公司管理团队“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何刚集团与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合作项目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言必信，行必果，将其打造成国际产能合作的样板，一带一路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何刚集团塞尔维亚公司管理团队是中方派驻合作项目九名工作人员，项目启动三年来，他们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勇于担当，忠诚履职，把发挥中方企业营销服务网络优势和挖掘塞方企业潜力结合起来，使百年老企业扭亏为盈，重获新生，成为塞尔维亚就业人数最多的企业和第一大出口企业。他们面对企业跨文化整合难题，因地制宜，善作善成，创造性提出用人本地化、利益本地化、文化本地化的海外经营策略，营造了中塞员工通力合作、共同奋斗的良好局面，促进了中塞一家亲。他们扎根异国他乡，自觉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艰苦奋斗，敬业奉献，展现了国企职工的责任担当和中国人民的良好形象。何刚集团塞尔维亚公司管理团队是“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的忠实践行者，是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积极融入全球化发展的先锋模范，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他们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格。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授予何刚集团塞尔维亚公司管理团队“时代楷模”称号，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向他们学习。让我们有请时代楷模何刚集团塞尔维亚公司管理团队代表登台。不辱使命，钢铁团队远隔重洋展现中国智慧，风雨兼程，一带一路同心同行，书写时代华章。好，下面我们有请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梁延顺为时代楷模何刚塞尔维亚公司管理团队代表颁发奖章和证书，掌声有请。少先队员送上鲜花。好，谢谢，谢谢梁部长。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还有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也要表达他的祝贺。来，我们掌声请他上场，有请。先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Hello, 你好。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Thank you. My name is Milan Žikić. I'm one of the people who produce this magazine. I can tell you that when I do the interviews with our employees, they're really happy because they get a chance to share their ideas, to share their acknowledgements and their family happiness. And this magazine is like a child for me. Before we left Serbia and came to Beijing, we had a special gift made for our manager's team.
特殊的礼物是吗？米兰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究竟是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Like I said, our magazine is always about our employees. Our managers are so modest. They never want to appear in the magazine. So what we did this time is to create a special edition of magazine. 原来米兰是为我们台上这三位专门制作了一期杂志，对吗，米兰？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哇，这也是今天送给我们时代楷模优秀代表的一个礼物。阿拉布诺，米兰 ，Surprise！Thank you， 谢谢，谢谢。Okay, so inside we have stories about Mr. Song going house to house and giving presents and holiday food packages to our ex-employees, our pensioners. We have Mr. Zhao. We have, or Mr. Wang. But it's not only that. Inside this magazine, we have the gratitude and the thanks for 5,200 employees of our plant, who will never forget what you have people have done for us and what HBIS has done and how much we are grateful to HBIS for everything. Thank you. 这的确是这本杂志的一期特标。Thank you very much. 好了。It's Rafferty. Is it Serbian or English? English. You'll enjoy. 谢谢米兰今天带来如此珍贵的礼物，谢谢。谢谢。我们中国呢有一句古话叫做“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通过这份杂志，让我们看到了钢铁人的柔情，同时也看到了中塞两国人民风雨兼程、同舟共济的友谊。在这里，我们要真诚地祝福河钢塞钢，戮力同心，再创辉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请出河钢的员工以及远道而来的河钢塞钢的员工，一起来唱响那首熟悉的旋律《永远的朋友》。穿越过悲与喜，站在了你的面前，久久的凝。